认真。对啊，来，彤彤解释一下，弟弟在做什么？在奔跑。为什么他这样跑？因为我平常有在跑，所以他就。耳濡目染，看哥哥在练折返跑，他也跟着跑。最后一次了，真的。他刚刚用摸黄色。结束。然后再来用摸黄色的，然后发现自己少摸一个，再跑一次。彤彤说什么？哥哥换你，哥哥。他说换你耶，彤彤，他说换你。换我。好。看哥哥。好，哥哥来加速。哥哥刚刚是这样绕一圈。来吧，快点。来，我们看哥哥的。弟弟都在看哦，哇，哥哥快哦，快快快，不错哦，快快快，好快！我帮你用那种拍起来更快的那种手法来拍，这样子哦，然后 shoot， 这样看起来很快，有没有？我用我的那种手持的拍摄技巧，让它看起来很快，快！哎，不可以踢哥哥，不可以踢哥哥。不可以踢哥哥，他不是故意的啦，他想跟你互动啊，他想跟你互动啦，不可以踢哥哥，停呀，好的，不切。阿姨开始跳舞了，旁边有阿姨要跳舞。